谁？所料，小厨仙替换了您给他的药，在菜品里下了一般的小食粉。那辐射满堂你处理好了没有？主上放心，我已将真正的毒药下进菜品。那是什么？我刚偷偷跟在小厨仙的后面，我看见他为花一男写的这封信，便及时截了回来。花岛主，有一事我一直如鲠在喉，每每见到你却不知如何开口。其实我并不是陆月儿，我不愿意顶替陆月儿的身份接受你的爱意。那夜月下饮酒，我确实对你动了情，才决心对你坦白。抱歉花岛主，辜负了你的深情厚谊。作为弥补，我只能提醒你受孕时万分小心，小出现。我已经给过你最后一次机会了，是你不好好珍惜。既然你已经看了信，为什么还要过来？如果你只是把我当成陆月儿的替代品，那你请回吧。你果然还是背叛了我。殿下，我早就觉得你不对劲了。你在福寿满堂里面下的只是无毒性的粉末，而我给你真正的毒药。你明明知道我是喜欢你的。殿下，你难道以为我不知道你一直都是在利用我吗？不管怎样，你可以停止行动了。殿下，请你放过花一男吧。不可能。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。要么你按照我的计划下毒后离开。要么现在就去把药给花一男服下。嗯。
你为什么要背叛我？来人，把他给我带下去。且慢，退下，退下！主上，方才我又探了小雏仙的元神，奇叶蒲罗，如今就在他身上。